对我们家来说的话，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现在的话，就吃好的，穿好的，哎，每天都是开心，开开心心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们在这里生活，心里感到很高兴和快乐。 主要目的是把新藏的新的生活、好政策、新的大成就，通过文艺表演方式来展示给广大人民群众。